烦呢、欸，老板每天都要我检查客户三天内的开信状况，还要再寄信给他。啊，我是没有其他事情要做、哦。用 Vital 就可以喽 ，Vital CRM 自动化中心有效执行客户关怀，透过系统定时筛选出适用或长期使用的客户，根据不同类型的用户套用适合的关怀脚本。再透过自动化中心设定每天要执行的时间，定时自动跑排程，有效进行客户关怀。太神奇了吧！系统还会自动帮我检查客户有没有开信，不用再一个一个确认了。你还没用过 Vital CRM 自动化中心模组吗？欢迎免费试用30天哦！